那 OK， 我们现在大概总结一下啊。那我们刚才的话，让大家问了一些问题，包括比如说时间呐、天气呀、包括交通啊，另外我们也问了一些，比如说人的查询啊、生日呀，让他比如说讲笑话呀，唱一些歌呀，并且也让他去播放了一些音乐。那综合来看的话，实际上双方都基本上在国内使用没有太多问题啊，当然是当然有一些前提啊，那我后面再说。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两款产品作为现在市面上顶尖的语音控制类的智能产品，还是能够满足我们大部分的一些需求但是在我们国内正常来使用的话，其实根据大家各自使用的一些不同的特点，可能大家选择起来会相对来说相对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跟大家的这个期望值和大家具体使用一些场景有关我可以为大家稍微分析一下那先来讲谷歌 Home 因为谷歌大家知道已经退出中国市场有一段时间的话，那就这样。但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使用谷歌 Home， 大家都知道需要科学上网。那这样的话，就是这样一个前提会导致很多的玩家就望而退却了。那这样的话，其实确实使用起来不是非常方便，并且我在使用过程中的话虽然有科学上网的环境，但是的话还是会偶尔出现那个响应会比较慢的情况相比较而言，而用 Echo 的话虽然我们如果不去使用科学上网环境的话它在国内实际上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可能偶尔会有一些使用起来不是非常连续的情况，但是总体而言是可以使用的。那这样的话可能在国内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可能Echo 的话相对来说在前期的准备上会相对简单的多，也容易的多另外的话，我们知道 Echo 还有这个 Echo Dot 的这个产品呢便携性也是非常好但是那 Echo 的话实际上因为 Echo Dot 的话这个产品大大增加了这个 Echo 产品线的这个便捷的便携性，那这样的话其实使用起来确实会方便的多OK。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亚马逊在这个整个生态上其实是完成的非常好我基本上甚至每周可能会收到两到三封的Amazon Echo 的推送告诉我 Amazon Echo 又具备了一些功能据不完全统计的话，现在应该有支持4000种以上的 skills 那这部分呢可能会从生态链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谷歌 Home 会相对目前暂时落后一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谷歌 Home 的话因为谷歌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后台并且我们知道实际上谷歌现在已经支持了这个中文的语音检索那是在语音将来这个多语言支持上，我相信谷歌 Home 将来会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说明支持中文也是指日可待，并且我在使用过程中的话偶尔会听到谷歌 Home 会爆出中文来，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我相信他们也在做一些相应的测试，那这样的话从这个长远来讲的话，谷歌 Home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文支持的这个预期这可能大家在购买过程中可能也会考虑到这个相应的状况另外从这个内容市场来讲的话 Amazon Echo 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有 Prime Music， 当然谷歌 Home 也有这个 Play Music大家其实是旗鼓相当，但是在这个电子书特别是这个 Audible 的这种有声读物上面的话我相信 Amazon Echo 的话还是有比较好的优势如果你之前有这个 Amazon 的 Prime 会员的话，那我相信可以享受到 Amazon Echo 非常好的一些内容那这部分的话可能就我本人使用来说的话，确实 Amazon Echo 在这方面要优秀的多也是我相信也是大家会比较看重的OK， 讲完了，其实这两款产品的话都有各自的特点，我相信大家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可能都会做相应的选择。
那另外多提一句，因为我大家知道啊，国内有科大讯飞这样的做语音的这个非常强大的语音后台。那刚才讲完了这两款啊洋的舶来品，那顺便也提一下我们国内的一些情况。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内的科大讯飞啊有非常好的这个语音识别的后台啊，但是呢，目前来看还没有非常好的这个啊。语音识别的这些硬件产品出现，啊，那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啊，小米啊或者其他一些智能硬件的厂商，一定也会有相应的一些产品能够出现，啊，也能够丰富大家做这个智能语音产品的一些选择。那希望我们，也越来越强，越来越好。OK，那这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些，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关注我的，Young3C 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拜拜。